你听我说，你妈她没死，我就是你的亲妈妈，我是你的亲妈妈，我找你找了好久了，你现在跟我走，到了车上我再好好的跟你解释，好不好？你们先听我说，这件事儿等我爸回来以后再跟你们说好吗？他马上就到，很快，马上就到。本本，这件事情等你爸回来就更说不清楚了。阿姨，你……哎呀，你别叫我阿姨，我是你妈。快，文文，听话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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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跟你们走啊！啊，我去拿个包。啊，我跟你一块。不，老朱马上回来了，怎么办？你锁门干什么呀？文文，文文，开门呐！出人了。喂，爸，出大事了，家里来了四个人，有个女的她非说是我妈，现在非要带我走，你赶紧回来啊。啊，干什么呢？闪开，闪开，我人不跟狗斗啊，好狗不拦路，不闪开有你们好看，再不让开我把你们俩韩国料理了，信不信？这这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干嘛？你个大男人非礼啊，耍流氓啊！闪开，松手，松手！我总算找到你了，贝贝，贝贝，你把儿子藏哪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敢跟他胡说八道，你试试。这就是我爸，中国好家长苏耀飞，当代孟父，千人货车司机，独自拉扯我长大，口齿伶俐，性格开朗，朋友多。我爸时常教育我，嘴甜皮厚，手里有活，走到哪儿都有饭吃。我觉得皮厚应该是关键。